有给你资料啊？你刚刚有一个小姐给我资料了，结果我说我现在在做，我现在在做报道，我没有时间拿她，我没有手拿她的东西，所以等一下我再跟她拿。我们在哪里呀、啊？对呀、啊、对，等一下你要拿一份。对对，等一下我再跟她拿。拿简介就好。好好。拿简介就好。好。谢谢。哎，姐姐就好。你妈妈那个早餐是相当有用。哎，我也是我跟你讲一下，啊，我音乐是有用。是。早餐那我真的。哎，理事长。啊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对，谢谢。谢谢。早餐会帮助我。不是我现在在寻找一个最佳的方式，然后。音乐是放着它就能弄变。是，所以。我到时候会跟你讲怎么用。好。抱歉，我就不叫了。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。你的问题啊、哦、大部分都在上面，在上面，上面啊，那我可以照照你的头吗？哎，可以可以、啊，因为刚刚那个先生说不可以，我要问清楚。要在上面，我从上面讲起哈。好，你那个可能用脑过度哈，对，没有脑细胞哈。你说的非常有道理。说了，我脑细胞萎缩了。哎，就是记忆力不太好了。哦，是我常常忘东忘西的。那不要，我就从脚哈，我把个原理跟你讲。好。你看看年轻的小伙子哈、哦，是，这拇指都是饱满的，是，有弹性有肉，是，那你已经平爆爆啊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脑细胞都已经渐渐那个啊、哦，已经没有像那么灵活了。好，然后这个额窦啊，哈、哦，这额窦啊、哎，这叫什么额窦？我在这里啊、哦，这里这出事了，那、啊、就是这个思维方面呢、啊，啊，你会比较弱一点，还有这个地方鼻子，你这个地方很硬，啊，这个不是穿鞋子的关系，啊，是因为你这个地方很紧，哦，你左边啊，你这个地方，你这个地方很紧，哦，安安呐、啊，嘿嘿，那安安呐、啊，嘿，安安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安安，所以这里是这样，那这个现象会出现这个地方呢、啊，就会出现你的。那个才会出现你脑部的这种状况，包括细胞哈、哦，细胞的退化了哈，哦，脑细胞退化，那我会失智吗？这个有关系哦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要保健啊，要处理啊，哦，要处理的话哈、哦，让它通畅啊，通畅以后细胞就渐渐又再恢复起来啊，哦，你那个健康才会恢复起来、啊，是，如果没有处理的话，这个吃药是没有用的，吃药是没用，对，因为这是物理性的毛病，是，要用物理性的处理啊，哦，处理，那我们中医的医药，当然草药也有把它打通的啦，那个药啦，但是还是直接比较快。还是怎样？用直接处理比较快。直接处理比较快。我们就是徒手，我们就手腕啊、哦，从透过脚，嗯，透过脚是反射给它改善。比如说这里很硬，对不对？嗯、我们常常把它按摩按摩，按摩软了以后呢，那你那个这个硬就解决了。哦。另外一个就是直接处理。哦。所以就从你这个地方，揉，你硬的地方按。把它按软了，它、啊、直接处理比较快。哦，这反射呢，但是反射比较完整。嗯，比较完整。反射因为你这样只要按得到的话呢，它是由内而外，那处理是由外而内。由外而内，有时候很深层的部分没有按到的话，它、啊、就没有弄到，对不对？所以两个都同时配合就很快。哦。哎，对。哦，点穴，按脚、点穴、拍打，三种哦，通通合起来就很快。哦，好，这是你要现在处理，就是从颈椎，哦，头部嘛，哦，来处理这里。好，这下来，那再来呢？再来就是这个地方结节。对。这地方结节呢，你这个地方哈、哦、也紧紧的。这个地方、啊、这个地方安固那了，安固那就安安、哦、安安了、啊、安安了、啊嗯嗯、安安它反射在这里就硬了，嘿、啊、这硬很多年了啊，
印了很多年了。印了很多年，因为三十年都有了，你都没有处理。二十年，本来至少二十几年了。本来哈、哦，它不会结茧，可是因为太久了。那不是鸡眼吗？我以为是我的鞋子不对。不是，是反射的。啊、哦，那你从脚处理呢？这里常常给它按，哦，它那个油膏给它按，那按。按久，按到软了，又这边也软了。哦。那、啊、这个脚呢，可以自己，脚比较可以自己弄了，可以天天弄两三次。那、嗯、你这个往往要拜托别人。是。所以呢，自己弄是从脚下手，反正他比较慢一点没有关系，自己嘛常常弄嘛。嗯。那、啊、这里就有时候请人家得处理嘛，啊、哦，这两个都处理。把自己的弄了，可以用工具。我可以买一个那个东西，让敲敲敲吗？我们那个爱心棒里面放那个刮啊，还有尖两个，一个比较尖，一个比较不尖嘛。这个刮，怎么刮？可以教你刮。好、嗯。好，这个地方，那这个地方呢？这个地方已经靠近甲状腺。什么地方靠近甲状腺？就是鸡眼的地方。不是，鸡眼就是、这个、我鸡眼的那块嘛。鸡眼就靠近甲状腺这里嘛。哎。就靠近甲状腺，所以它影响到甲状腺，造成甲状腺甲状腺的功能受损。你看这里，你看这甲状腺的地方，这里都是抽搓了。哎，对。哦。有时候还会，有点像。会流脓，所以这个甲状腺不好。哦、那甲状腺是我们内分泌的一个很重要的器官，哦、它是属于内分泌系统、哦，尤其是荷尔蒙。那更年期后的荷尔蒙呢，是靠甲状腺跟肾上腺。哦。那卵巢本来是分泌荷尔蒙比较多的，可是因为更年期后那个功能退了，那我们更年期后的荷尔蒙靠谁呢？靠甲状腺跟肾上腺。这里涌泉腺这里，嗯嗯，这个地方，我要照一下，这个地方，哦，涌泉穴的地方，哎，涌泉穴，啊、哦，这个地方分泌荷尔蒙，这个地方也分泌荷尔蒙，啊、哦，这个地方，啊、哦，靠着，但是你这个地方已经功能不好，你看脱皮嘛，啊、哦，所以造成你内分泌不好，哦，你看啊，它这样一连串的影响下来，从这里开始一连串影响下来，是、哦。那其他地方呢？我看你有没有错啊？有没有这样？两只脚给我看一下。哎，你脊椎还好，但是胸椎哈、哦、有点错弯，一点点。哦。哦，一点点，啊、这里会比较痛。哎，对，这比较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比较痛。这里比较不会。这比较不会，这边对不对痛一点。你有没有感觉这里有没有突出？比较这里两边。哎。是不是比较突出？是是。这是脊椎、啊，所以你脊椎是稍微侧弯，胸椎、啊、胸椎有稍微第十节的地方有错，两个这样按下去，两个痛感不一样。嗯。对不对？嗯嗯。胸有错弯，胸椎弯，这样。还有尾骨的地方、哦、也不是问了，就脱皮，脱皮，所以你那个臀部那边也会酸痛，坐久了你会酸，嗯哼，有没有？嗯，你坐一段时间、哦、那你就会酸、嗯，就是这个地方心轮不好，因为心轮不好，所以常常脱皮，嗯哼，心轮不好嘛，啊，嗯，你看那整个大致是这样。好，胸部还好，胸部还好，这个地方比较右边比较肿一点点，那是表示是胸部怎么样？你说比较肿是什么？胸部如果不好的话，就会长瘤啊。哦，哎，你这个情形还好，好，大致就这样。啊，谢谢。这样。哎。对。感恩呐、啊，感恩。那你去，你测试那边电脑测试完了哈、哦？嗯。好，完了我给你处理，我给你处理，给你处理。那处理换哈、哦？那我跟你讲，那我换成另外一个语音。